这首歌曲我看一下曲名，都不是这个。好，我来为大家呢演奏一首，这首歌比较抒情一点，因为今天演奏比较少抒情的，那也是呢我这一两个礼拜刚练起来的歌，这首是一首老歌，叫做相见不如怀念，那上礼拜演奏过啊，我觉得这首歌呢虽然它不是很快，但是呢演奏起来抒情好听啊，要今天演奏呢都比较偏快的哦，所以呢再来塞一首慢的慢一点的抒情的歌曲，相见不如怀念，谢谢。
也是呢我自己重新改编过后的版本哈，送给大家。一首呢最浪漫的事，接下来。